亲子要沟通。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感情。我们常说感情世界里面容不下第三者，不过有时候不见得，有时候反而可能需要第三者来帮助你的感情问题。就有一些爱人觉得，当自己的感情出问题的时候，找对方的爸妈来帮忙是个好主意。您觉得呢？究竟家人该不该介入感情世界？和另一半分手了，该不该请爸妈帮忙挽回？今天邀请到两性作家 H 和咨商心理师邱永麟，让我们一起听听爸妈该不该介入儿女的感情呢？他们什么时候感情出问题？大概交往半年的时候。女朋友来找你吗？难道女朋友来找我？因为她觉得说她还蛮喜欢我儿子。她知不知道你帮过忙？她知道。她有没有感谢？因为她有我儿子有怨过我，因为她就说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啊？为了挽回女友，不惜找长辈装病博取同情，到他爸妈的面前讲到我流泪，讲到我哭，然后就是感动到他的父母亲。他爸爸想了一个谎言，就是说他跟他女儿说爸爸有心脏病。找长辈帮忙救感情，反而弄巧成拙。到后期我们快分手了，男朋友就会很直接跟我说不想看到我，我还是硬要去他家，然后就跟他妈妈说，阿姨我今天去煮饭给你吃好不好。我男朋友就会跟他妈妈说，你觉得你现在看到的是真的吗？他就直接跟妈妈说，就我很做作，我本来就不是这种人。我们的讨论先由我们今天的来宾凯中开始。凯中，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谈感情是光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还要找家人来帮忙？对，为什么自己能那么没信心吗？当你碰到一些困扰或者是瓶颈的时候，我觉得到处都要求救。讲得那么斯文含蓄，到底是什么困难什么瓶颈？应该就是说感情的第三者吧。感情上第三者。对，然后那段感情应该是说我女友变心。你碰到一个竞争的对手。对。好，其实不是算是竞争，他已经是胜利的对手。你的条件会有对手啊？哦，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对，还是会有。好，女友开始面对了另外一个对手，然后你觉得光靠自己的条件吸引不了女朋友？差了那份感觉跟那份爱吧。嗯嗯，其实如果女生她已经没有了对你没有感觉跟那份爱，条件再怎么好，应该也是挽救不了了吧？是不是女生们？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了就应该放手，可是你不知道的真相是不是？还是那时候不死心？不死心，因为我还爱她，所以就要求助她的家人，就是她的姐姐。第一个人我求助她的家人，她姐姐。好，你原来跟她的家人熟吗？原来跟他的家人熟不熟？跟女朋友的很 熟，本来就熟。那是你本来就准备好一定要跟他家人熟，还是他们家人很喜欢你？都有准备好，而且他们家人还蛮喜欢我的。所以你有一天就知道要找他们帮忙。对，没错。啊，所以你早有计谋。对，对。好，你找他姐姐，你跟他姐姐怎么讲？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的心情很难过，就是先表达我的难过先，然后之后他姐姐就大概了解这件事情，也知道说那个第三者是谁，而且是那个第三者是没有那么优秀的，不好意思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我跟这个女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感情跟这个爱情，我们走过这么多的路，这样子放弃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对我很不公平，跟我不死心，所以我很想继续再走下去，或是甚至有婚姻，我们可以谈到婚姻。他姐姐有没有来帮你忙呢？他姐姐有，他姐姐觉得说，他姐姐帮的忙应该是说，他给了我意见，他觉得我应该去向他的父母亲着手。好，那你接下来就跟父母亲怎么开口？其实这个很害羞哎。对啊。没有，我是说讲出来很害羞。明明是追他女儿，就跑到父母亲那边干嘛？对，我就是因为难过嘛。其实那个时候很无助了，什么东西都去求助了，然后就到他爸妈的面前，讲到我流泪，讲到我哭，然后就是感动到他的父母亲。然后真的哭假的哭？啊，真的哭。哦，真的哭。真的哭，因为真的很难过，因为真的很难过。毕竟这个女生，因为她是大过我，
他比我大，他年纪比我大，然后我就跟他的爸妈讲说，我们因为我们在一起大概是三年的时间了，然后其实三年经营下来，其实差不多在五年我们就应该要结婚了。感情谈不好，找对方的父母亲来诉说，这是不是有点丢人的事情？会不会？我来问问后面十三号，你觉得会不会有点难为情？我觉得不会啊。不会吗？二十二号，你觉得会不会难为情？觉得自己的感情就自己处理啊，没有必要经过爸妈那一关。嗯，对。那你觉得郑凯中那时候做的对不对呢？也是对啊，就是。那你会觉得对他有点难为情呢？他的做法，个人有个人，对不对？对对对，他的做法可能会比较做的比较圆缓一点。你觉得找对方的父母亲有没有用？哦，没有用，很更惨。好，凯中继续你的故事。所以你跟他流泪，然后希望跟父母亲，希望他感动。对，这个很荒唐，很荒唐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很尊敬他父亲，很听他父亲的话，然后他父亲就讲说，我们因为他女儿其实他的个性也是很固执，然后他父亲其实也蛮了解他的，就讲说如果我们怎么样去逼他，反而可能会有反效果。那倒不如他爸爸想了一个谎言，就是说他跟他女儿说爸爸有心脏病，然后他假装不知道说你跟凯中已经分手了，然后趁这段时间我就要去做追求回这个我的女朋友。在这段时间你先不要跟爸爸提说分手的事情，他刺激爸爸，对，因为大家亲戚朋友都知道说凯中是他的未来女婿了，也差不多要结婚了，我的女儿要结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去跟他讲一定会刺激到父亲，所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让这个女朋友能够回心转意到你身边来。对，没错。好，二十二号同样在问你。你刚刚说没用，现在他爸爸提出这个主意，然后凯中准备执行，你觉得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会哦，也许会。为什么？假装心脏病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心脏病蛮严重的。好，凯中接下去有没有成功？没有。为什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有成功的去进行到，不过没有成功的去把女朋友的那个爱挽救回来。那你这段时间趁着他爸爸假装生病的时候，你不是有很多机会跟他交往吗？对，你跟那女的，对，你觉得拉不回他的心？拉不回他的心。你感觉他是在假装跟你交往吗？是为了他爸爸的健康而已？ 对，没错。你怎么感觉得出来？比如说他父亲，到他阿姨的家，然后我也会去，哎，这是我的未来女婿，他们快要结婚了，就特地在我们的面前这样子讲，甚至在我女朋友的面前这样子讲，你会发现他的眼神跟他的表情是，就是很勉强的，没有兴奋感，对，没有兴奋感。然后他的父亲就特别就是说，在礼拜六、礼拜天说，他想到哪里去走走啊，我们去饮茶、去吃饭这样子，给他没有时间跟那个男生相见跟约会的机会。不过你会发现说其实我女朋友她是没有笑容的，没有笑容。对，然后所以你觉得要不要她爸爸真的发心脏病可能？我觉得不要，觉得不要，因为伯父毕竟他人还是很好，我不希望他有这个病。对的，我开玩笑，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对，但是这种假装的情况拖多久？差不多要2到3个月的时间。2到3个月，后来呢？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会很忙，然后他一直在讲电话，一直在传简讯，你会觉得说他人在，心不在，然后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甚至到你跟他讲话，他在他爸爸的面前的时候，我跟他讲话，跟我私底下跟他讲话，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到后面的时候，他爸爸不在，他一转眼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就会对我不耐烦了，甚至我问他，你要吃吗？不要。你知道，他会觉得说，看到我就是有一种烦的感觉了。那真是很悲哀的感觉哦。是，对我来讲是很悲哀的感觉。所以最后是你自己放弃了？是我自己放弃。那你跟他爸爸后来有跟女儿讲，说他只是假装心脏病吗？有。那女儿的反应呢？生气。当然生气，骗了他这么久。
而且更看不起我，他觉得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小动作，因为家人毕竟是家人，他不会去把这个责任推到他爸爸的身上，嗯，毕竟那个是他爸爸，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只会埋怨说为什么我的前男友那么幼稚会做这种这样子的事情，嗯哼，对，所以22号我是不成功的。好，对了，所以你觉得整个事情，你觉得你做错了？我觉得我不算是做错，不过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为了爱去挽救这段感情，有可能会挽回，对，有可能。但是这个女朋友的情况，我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欣赏。大家给我一个掌声吧。好，光掌声还不够，我们就以凯中的情况来问问所有大家。很简单，他的故事其实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当感情出问题的时候，要不要找家人帮忙？对方的家人或自己的家人都算在里面。感情出问题，你觉得？以凯中故事的经验，您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要不要找家人来帮忙？要，请答圈；不要，请答叉。自己的感情出问题，要不要找家人来帮忙？刚好是一半一半。那毕竟来讲，既然有另一半的意见，我们就来问另一半的意见。二号。你认为是不要，当然凯中还是执迷不悟了，还是觉得一定要找。你告诉我一下，你自己的故事经验是什么？就是我之前的前男友，他是非常非常的，他妈妈非常非常讨厌我。一开始的时候，讨厌你什么？可能就是他妈妈长期住美国，好，那就是偶尔会回台湾这样探望一下儿子这样。那我们既然就是开始交往一阵子嘛，那就是想说，两个人就想要住在一起，比较多时间就是相处。那没想到呢，住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某一天回家的时候，看到家里的灯，客厅大灯打开，然后问我说：“出门有没有关门？有没有关灯？”我说：“都有啊。”奇怪了，刚拿钥匙直接就转开，然后说：“哦，我预感很不好。”我说：“我也是觉得怪怪。”就一打开门，完了，就是伯母住在客厅。对，那就是因为之前交往的时候，他妈妈知道他有女朋友，可是不晓得说就是女朋友有一起过来家里面住这样子。那当下我们有跟他解释说，伯母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就是在装修啦，来借住一下。那其实他信还鬼呢，当然不信。对啊，当然，其实他妈妈心里面很清楚，因为家里面就是有摆放一些我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他也观察出来，应该是住一段时间。那当下的话，我是觉得说对他妈妈很不好意思，因为是在这么一个尴尬初见面的印象非常不好。是非常非常的差，那就隔天的话，就是我就连忙打包我的行李，那就是回家这样子。那其实他妈妈有跟他说，他不反对，就是男女朋友就同居，但是其实是要等交往一阵子。照这样子来看呢，你的情况，你们的感情是要找他家人帮忙是不太可能的，或事情最后并不如此。你后来怎么开始修补跟他妈妈的情感？后来的话，我觉得说，因为他妈妈对我有误解，那毕竟我觉得啦，我自己不是这样子的女生，那我就是试着说，他妈妈从美国回来，那我们花时间陪他妈妈，那有时候就是逢年过节啊，就是我都会打电话，那就是平常都会问候这样子，那还有就是说会随手就是帮忙做一些家事，那留心就是他妈妈有没有就是喜欢的东西啦，或者说是有没有特别想要做的事。这种小动作你还记得哪一些吗？他妈妈会接纳你吗？伯母，最近好吗？有到哪边去玩？哦，随便走走。对，他就大概这样子。可是至少说，就是他有慢慢在观察你，就是看说你有没有用心，就是在跟他维系感情。后来你们的感情变成什么样子？非常非常好，就是甚至就是他妈妈从美国回来，那就是会带小礼物给我，那圣诞节也会寄圣诞节礼物给我。你觉得就靠你的努力、毅力、贴心，然后经常探望就改变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有在做。对，不是说只是买名贵的礼物，我老实说，我可以很假很假，可是其实都会被发现。那因为时间一长一久，他在考验你，你就会知道说，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跟你男朋友后来的感情呢？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只是到了就是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要搬新家，那家里面就是要重新装潢啊。他妈妈也说，要合八字啊，那就是对新房子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是希望说，之后的话，如果说有确定，就想要我们就是赶快结婚这样，因为毕竟也在一起大概两年多，那再加上说他哥哥也先结婚了，那其实后来会分手的原因可能是。
在他人生里面没有这么早要规划走到这条路，那压力比较大一点，那最后就是起了一些争执，那最后就决定要分开。只是说分开的时候他也没跟家里面讲，那家里面的人也不知道，只是到了大概分手大概一个礼拜过后，他妈说哎、欸、那找恩德来吃饭。分开的时候你并不情愿。二号女生是因为不想分手才找男友妈妈帮忙的吗？最后她与男友会复合成功吗？我女儿跟她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我那个状况我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年之后呢，她男朋友突然间打电话给我，我在车上哦，还没下车，就看她在那个车站外面哈、哦，就飙眼泪，就哭了，我就吓一跳，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她就说她把他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她劈腿。女儿的男友劈腿，竟然还找她帮忙挽回，她会怎么做呢？只是到了大概分手大概一个礼拜过后，她妈说：“哎、欸，那找恩德来吃饭。”分开的时候，你并不情愿。你说情不情愿，我是觉得说应该事情没有这么严重。那如果说你不是这个年纪还没有想要结婚，那我们可以就是再继续给彼此一些时间跟空间。嗯，我是这么觉得。所以他妈妈主动来探寻你，因为他妈妈发觉不太对劲吗？他妈就是说，怎么不找 Amber？ 怎么最近那么久没过来啊？那还是说怎么这礼拜约来吃饭哈？因为他妈妈从美国回来的话，我们就是会很定期的跟家里面的人去聚餐这样子。其实跟他家里面的人都很熟这样。那就是他有跟他妈说，哦，我们没在一起。他妈哦，怎么会这样？非常非常的惊讶。那甚至就是当下他就偷偷的打电话给我，问我说怎么一回事。之后知道说，我们分开，那有跟他儿子说，其实也没有必要要分手嘛，那就是大家就是冷静一下，那试着就是说，就是慢慢的，就是再来讲一些，就是说，他妈强烈有没有想把你挽回？有，对，就是我们还很常传简讯，那甚至在那个母亲节的时候，他妈妈还说，那你偷偷来吃个饭好了，对，就是不要让我儿子知道。可是我知道说我前男友的个性是他不允许这种事情，所以就是我有跟他说，哎、欸，伯母，要不然你跟他商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愿意就是去吃饭，那就是见见他们这样，因为毕竟就是有一段时间也没有见到阿姨他们或者是表姐那些人这样子。那其实得到的是反效果，因为他大发雷霆，反而就是打了电话就是跟我破口大骂。就 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心机重啊。他觉得我心机重，就是在就是挽回他妈妈这边，那请他妈妈来当说服。但其实你很无辜。其实还是你真的想利用他妈妈？我没有想要利用他妈妈，因为我觉得。但你也没阻止他妈妈帮你做事情啊。当然，我有请他就是说问一下，因为毕竟说在一起一段时间也是有感情在，也不想要这么轻易的放手。对，那就是如果我能做的，我会去做。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不要太强求、太 push， 因为结果得到的是这么样的反效果。所以你今天告诉我们，你觉得不要家人的介入，家人介入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反效果。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像我妈常会觉得说，有时候可能看我就是心情不好，就问她怎么啦，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可是她不会去说对方的不好或怎么样，她反而说，那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凯中，你听完她的故事，跟你来讲的结局，然后最后一样，但是她的态度不一样。你觉得你对还是她对？她会尊重说，对方的邀请。是不是应该出席？我不是，我是，哎，你们这个礼拜有什么聚会吗？我是会积极的想，你太主动了，对，主动的说，哎，我要去参与这样子啊，我不参与不行这样子，对。我再听一位观众的意见，一号同学，听完了两个故事，你还是觉得要家人的参与吗？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毕竟有长辈的来讲的话，像晚辈的话还是会比较会听。可是你看到两个例子都失败啊。说不一定啊，对不对？又不一定。好，我们请教专家，这边还是有人不一定。H 老师，刚刚听完这个二号跟凯中的故事，我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啦。应该讲说，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两位有跟主动跟人家分手过吗？有。二号有吗？一次，其他都是被甩的。没有要问你们干什么。我只想说哈，其实当你们要跟人家分手的时候，你大概有一种心情，你可以体会的出来，就是说我其实不是很想再见到这个人了。第一，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其实我对他是有点愧疚的。对。然后这个方面显现出来也是，我尽量不要见到他，还是比较好的。对。所以当你们站在另外一半想要跟你分手的那个人的心态去
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时候你用父母亲的力量，然后让你们又增加见面的机会，你会知道说他心里面的厌恶或者排斥的程度有多么的高。对，石藻妈妈，你是同意前面两位老师专家看法吗？千万别介入吗？对，我是站在不介入的。你介入过吗？哎，没有。没有？那你有曾经被要求介入吗？有。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我女儿跟她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我那个状况我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女儿不愿意跟我谈，她说我如果持续追问的话，她就不回家这样。那我就很担心她，我就说要不然这种遇到这种事情，让她自己心情上沉淀好了。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呢，她男朋友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见面谈谈。那我想说啊，刚好。因为我也没主动去打电话去询问那个男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说好吧，你要见面就见面吧。然后我们是住在不同的城市，所以我到车约好时间到车站去接他的时候呢，我在车上哦还没下车，就看他在那个车站外面哈，就飙眼泪就哭了，我就吓一跳说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哭得这么伤心？结果我说那你赶快上车。好，先上车再说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很感动，说发生这种事情我竟然还可以接纳他，没有对他发脾气。然后他就说他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劈腿，所以就是男孩子劈腿。所以这个男孩子今天来看你是来忏悔吗？啊，他来忏悔吗？来见你是来争取我的同意，他说要跟我女儿复合。他复合？嘿，问我好不好这样。为什么要争取你的同意？因为我女儿有跟她说，因为她先跟我女儿说她要复合，我女儿第二句话给她说：“你去问我妈。”我妈说：“好，我再来考虑。”这样。你那个女儿是你女儿是真那么听你话，还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再回去问我女儿好了。”对，如果说如果你有诚意在想要跟她复合的话，那你就拿出你的诚意出来。她白谢你了，那她谢你干什么？她就这样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们的感情呢？回去之后，我后来是私底下打电话问我女儿说，那个 Peter 来找我，来我谈哦。那你觉得呢？啊，代号叫 Peter。哎，对对对，然后，然后他说，哦，对呀，我跟他讲说他说要跟我复合，我说你先跟我妈讲再说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呢？你觉得要不要跟他复合呢？基本上我是反对的啦。因为想说你婚前，我那时候很惊喜说你婚前都说这种劈腿的事情，那婚后因为外遇会习惯，我是这么认为啦，我是持反对的。那可是我还是尊重我女儿的她自己的主张，我就说那你觉得呢？她说我让她一个机会重新再追求我，看她的诚意啦，就是从零开始。对，这样。我看你女儿也是还蛮喜欢他的。目前是复合的，然后现在在进行当中啊。对，稳定交往中。哎呀，那我们该怎么谈这件事情啊？可是这个事情到底我们纯然第三者的角度来提供意见好了。哦，好。好，我想先请问老师先告诉我们，这位妈妈听起来她似乎是反对，但听起来坐在那边跟着男孩子的她又不反对，电话里面你又表示其实你反对。但你又希望他们有段感情开始，不管你怎么样，你那天谈话之后，现在他们的感情是在进行当中了，等于你是帮上了忙。但你真的帮上了忙吗？H老师，我不认为他有帮上忙了。因为这个事情听起来，如果我们是一般女孩子心态，这男生都劈腿了还能够跟他再回复感情，我相信这女生本来对这男生就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存在。但刚刚端哥已经问出结果来，我是不太好评论这段感情。是说，我刚本来想跟大家讲的是，感情这种事，就恋爱这件事情，他要的其实不是一个结果，不是说我到最后一定要跟你结婚，我们一定要走到最后，不是这种事。恋爱的本质应该是过程要快乐的，所以当你们之间一旦有信用破产的一方产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面对或相信他，你们不会产生快乐，或者是带有不纯的快乐，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了。如果到了要结婚前夕，你才想说啊，你曾经劈过腿，所以我们再来分手，好像又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老师认为，妈妈当天在跟那些所谓劈腿见面的时候，就应该断然的表达她真正的心理的态度吗？其实我觉得妈妈应该让女儿很清楚了解，这个对以妈妈的经验来讲，应该是要表达她的立场。妈妈该不该去见？去见 OK 的了。该不该讲真话？
该讲真话，该讲真话，对，也有这样分析给他听，我说，哦，你有分析，那好，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上婚姻的时候，他再次的劈腿呢，那你要怎么面对你自己跟他？他说，那就随缘。他觉得说人生的历程当中呢，没有完全是安全过关的，还是会有经过那个 不同不断的过程在成长，所以他是觉得 OK 的，他可以接受。所以我说哦，那你能你想清楚就好了，因为我很怕他受伤害之后他一阵不起。我是知道妈妈，所以你告诉我们，当小孩子的感情出问题的时候，站在你自己的经验，你觉得父母亲要不要介入？不要。所以下次他再打电话来，或任何一个男朋友再打电话来，或者你的女儿自己要求你跟一个任何人见面，你不会再去见了？还是会。所以你到底是主张介入还是不介入？我只是想要了解状况，当他们没有在我完全不，因为他们 不告知啊。我觉得你讲出很多父母亲心声，我不是介不介，我只是想了解状况。你怎么可能叫我置身事外？对啊，是不是如此？是。十三号妈妈，你也坐在旁边，你也曾经处理过儿女的感情问题吗？有，我本来是不介入的，但是也因为要了解状况，所以也进入了。应该把它理清一点，这样子。好，你的女儿又发生什么事情？是我儿子，你儿子，我儿子跟他的女朋友这样子。因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应该是不浪漫的一个小孩子这样子，那我儿子是要求比较浪漫，然后又孝顺，这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对象这样子。再来就是说，哎，不浪漫的一点，他就是有时候跟他睡，就是看电视啊，看到都会睡着这样子，他觉得很没有情趣。很多人都这个样子。然后约他去看电影，他说：“哎呀，不要花钱啦，我们去公园走一走就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吗？他有多么不浪漫啊，一点生活乐趣都没有这样子啊。”我说：“不错啊，他也节省啊，这样也好啊。学生本来就是要有学生的那个作风嘛，不一定要就要去花钱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儿子觉得他还是不是他理想的。那后来他们什么时候感情出问题了？大概交往半年的时候。半年是谁出问题？你儿子不想要他？对，我儿子不想要他。那还是他的事情。然后那女朋友来找你吗？难道？女朋友来找我，因为她觉得说她还蛮喜欢我儿子。嗯哼。然后后来我就说，你们好好自己去沟通。女朋友找你，希望你做什么？她希望我可以介入，好好劝她，劝我儿子这样子。我就叫我儿子说，啊，你打个电话跟他讲说，哎。妈妈要请他吃个饭，这样子。好，凯中，你觉得这位妈妈会不会成功？我觉得不会。因为你的经验。对。为什么你觉得不会成功？因为我觉得感情变了就是变了，就变了。而且，就像两个专家讲的了，我觉得那个爱已经是变成同情，或者是他在敷衍他的长辈而已，就是就想好好吃个饭，就是这样子。对。然后你能敷衍一次，敷衍两次，甚至敷衍五次，到第六次你就反感了。你有先入为主的经验，所以光问你不公平。我要问一下旁边四号，你觉得会不会成功？我觉得会。会。我觉得至少有机会，有那个时间可以去争取。因为如果说今天如果对面的那个妈妈，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搞不好男生就是她儿子的话，是完全都会拒绝在外的。一般来讲，你的经验，男朋友会听妈妈的话吗？非常听，因为我交往都是很孝顺的，都很听啊，都非常听。所以孝顺的人更会听。对，所以妈妈的讲话应该是要劝，还是很严厉的要求你，你要这个女孩子太好了，你应该跟她交往。哪一种态度对男孩子最有用？我觉得掺杂一半。对，因为我遇过的状况，我有遇过两个没有成功，是我后来放弃。你后来放弃？对，因为我觉得。但是你觉得他的家人介入都有用？他家人介入都有用，只是说儿子不长进。可是那就是没用啊！那我们听起来的情况应该是，这父母亲介入只在延长你的痛苦，你自己在那边还要去寻求这种对，因为根本不适合你的这种感情。对，因为可是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会希望延长这时间，是我希望说能够改变他。比如说哦，第一段的那个所谓的他出轨啊，然后或者说动粗，那我希望说，也许时间长久我们会来沟通，然后可以改变。而且我觉得你今天你会被外面的女生给这样子，搞不好只是一时的被诱惑而已。
我觉得，而且当初这个大我13岁的这个男生，他父母亲是已经认定说我是他们家未来的媳妇，因为在我还在念书的时候，他父母亲就讲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到你家提亲。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我跟他讲说，伯父伯母，我会嫁给你儿子。可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念书，我说等我把书念完。所以这位男孩子他是不懂得珍惜你，所以你两次情况来讲都是其实对方的父母亲都帮上了忙。对，都帮上忙。但是你在自己的后来发展过程中去发觉对方。他没有足够的珍惜你。对，那像第二段的话，我们是个性不合，因为他儿子，我所谓的不灵系是，我们并没有说外面的介入或什么的，就是有第三者，完全没有，只是因为说我后来发现说，哎，前面交往的时候感情真的非常好，非常的甜蜜。那后半段时间，他变的是说，当他有一有小争执的时候，他会去逃避问题，他不想要理你，他不想跟你谈。那可能专家会讲说，哎。两个人之间是感情要互相提出来，然后来讨论或什么去解决。可是他的一个问题是他不愿意拿出来讨论，他是逃避的。所以为什么我会透过他父母亲的原因，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冷静 calm down 下来，然后可以听我讲这个事情。对，这就是不够成熟。这个就是我面临第一次，我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我的女朋友。专家问我为什么会分手的原因，就是在我们交往的时候，其实跟你的状况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会逃避，嗯，而当我要去做的时候，甚至到我们分手了，我还是要去找他的父母亲，嗯，去求救这样子。到后面，其实我女朋友就是她知道她的父亲是骗她的，就是我们一起巴结来骗她的时候，她到最后是跟我讲。那你去娶我爸爸。的确啊，对啊，这句话还蛮狠的。其实我想说，那你就娶我爸爸。嗯，对，你喜欢你这样子是喜欢我吗？这样子。所以你刚刚听完了他这个我们同学他两次经验，最后都是成功的延缓了这段情感。你呢？你后来做了没有？我是把他们又凑回去了。凑回去了。对，现在又凑回去了。好，现在还也在发展了，也从半年走到现在两年了，已经两年了。对，他是不是如你所预料，发掘了更多你的这个他女朋友的优点？对，我试着是跟他讲说，如果他能改的话，能你们试着去沟通，如果说沟通的他能去慢慢去改变，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他知不知道你帮过吗？他知道。他有没有感谢你？因为他有我儿子有怨过我。因为他就说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啊？他现在还怨你吗？现在不怨了。感谢你吗？还蛮感谢我指点他。还蛮感谢你的。所以你觉得前面两位老师是错的？我不敢这么说。两位老师，等一下继续发表你的看法。好，12号。可是就是在我跟我男朋友我跟我前男友之间呢、啊，我还是会觉得当我发现他一劈腿，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妈妈。我就说阿姨，那个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摆低姿态。因为之前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就跟他妈妈已经拉好关系了，就是我在家是无敌大小姐，可是在他们家是无敌台佣。嗯，对，就什么事都要做啊，就算不会煮饭硬要煮，然后不会洗衣抹地硬要在那边擦桌子啊什么的。妈妈就觉得我真的很用心。我们要比较一下你跟5号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你会告诉我你为什么谁教你的？你为什么这种观念你要主动帮男朋友的家庭做？因为我跟他交往，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以前就在一起过，后来分开，然后又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赶快拉拢他妈妈。为什么要？我怕婆媳关系不好啊。哦哈。对啊。婆媳关系一定要好。你怎么做？你做哪些事？我就是煮饭啊，可是虽然煮得很难吃，妈妈还是很给面子。但是我男朋友，因为可能我们快分，就是到后期我们快分手了，男朋友就会很直接跟我说他不想看到我，我还是硬要去他家。然后就跟妈妈说：“阿姨，我今天去煮饭给你吃好不好？”她说：“好啊，你来啊，你来啊。”可是那个饭还是妈妈煮，因为我煮的真的比较难吃。嗯，对。然后去那边，她就是我男朋友就会跟他妈妈说：“你觉得你现在看到的是真的吗？”他就直接跟妈妈说：“他觉得我很做作，我本来就不是这种人。”积极拉拢男友妈妈，反而引来男友的反感。这段恋情是否因为妈妈的介入而开花结果呢？我男朋友就会跟他妈妈说：“
你觉得你现在看到的是真的吗？他就直接跟妈妈说，他觉得我很做作，我本来就不是这种人，可是却硬要拉拢他妈妈。那问你这句话，你是去表演的吗？是，是，就是、你希望表演能够打动谁？打动妈妈跟爸爸。可是我觉得他爸妈很吃这一套，很吃这一套，所以他妈也会站我立场，就跟他儿子说，人家是女孩子，你不可以讲话这么直接。嗯，对。但是因为我们要分开了，所以。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子，因为她的立场很坚定。那那段时间，她妈妈就会叫她打电话给我，或是传简讯给我。然后有一次她约我出去，她就跟我说，我们一见面，她就说，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妈妈叫我约你出来的，所以她如果等一下打电话来呢，你一定要跟我妈说，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果然是个孝顺的儿子。对，是孝顺。但孝顺跟谈恋爱是两回事。就分开啊，对，算是分开的。可是因为我对这段感情比较执着，我可能到后来我就会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吃药。心理医生。对，因为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跟你爸妈这么好哎。嗯。对，然后可是吃那个药就有幻觉，吃一种我不知道是镇定剂还是什么，就真的，你先听我讲，你先听我讲，等一下笑。他就跟我说，就不要乱吃药啊。真的，我就看到前面有好像有海滩还是什么东西的。我男朋友吓死，就跑走，就跟妈妈说他是个疯子，不要再跟他来往。可是他妈妈一方面又觉得我表现这么诚恳，怎么可能是有精神状况的女孩子？我现在也觉得以前是疯子哎，就是会有那一段，因为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跟爸妈讲，在男生的立场，他真的会觉得我是在做作跟耍心机。那个男朋友他跟你讲分手的时候，他处理的不好吗？很不 OK 吧，因为他劈腿对象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你发现他的劈腿，还是他？我发现他劈腿，而且那个过程是，那个女生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刚开始交往没多久，她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那一天我看到那女生就是脖子上都有草莓，我说你不是单身吗？她说对啊，这个就是谁谁谁种的，就我男朋友的名字。可是我就坐在旁边，她说哦，她女朋友好可怜，都不知道她男朋友会来找我。可是我就是他女朋友哎，嗯，对，我那时候开车这样去撞死算了。所以这个男朋友跟你分开，你很不甘心？就是不甘心的成分比较多，因为请问，假设如果你真的爸妈他真是一个孝顺的，如果刚刚我们四号听的例子，他最后真的选择跟你来交往一下了，跟你甚至稍微的回心转意，跟你继续保持一段感情，你觉得你们最后的路会怎么走？可能也会很痛苦吧，因为我觉得当下我们已经不爱彼此，可是不甘心的成分很多。不会痛苦啊，你不是很得意吗？把药回来吗？我很得意，就是跟爸妈很好啊。可是他，你看他那厌恶的脸，我又会很受伤啊。你那时候难道都没有想到这些吗？你现在坐在这边跟我们坦然而谈，表示你非常的清楚啊。啊，那时候为什么走不出来？就爱情是盲目的啊。啊，就这么简单吗？对，是盲目的、啊，你会看不清楚一些点，而且你会觉得说他的爸妈都这么支持我，嗯，然后我会买衣服什么给他哥哥。那这样说起来，在热恋中的男女，爸妈应该要保持点距离了。他爸妈给你一种幻觉了。我觉得他爸妈跟我太好了。所以爸妈应该怎么处理你？把你挡开吗？对啊，当你去求助不到他们家做饭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儿子不喜欢你，你觉得他们应该那时候对你怎么做？我觉得妈妈应该劝导我哎。就很直接跟我说，如果你觉得我们家谁谁谁对你不是那么好的话，你还是找下一个吧。真的，他们那时候应该这样做。后来我现在经历过这一段，我才觉得跟爸妈你要保持友好，可是不要太超过那个界限。嗯，界限是什么？就是不要真的以为自己是他们的媳妇。好，我们听听一些男同学的看法。十三号，我认为一个人失去理智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做，像他什么吃药或者是当台佣之类的。那像我也是啊，那我还会就每天中午都会送饭啊，送饭到就要他上班的地方，然后给他吃，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哪里做错，你在跟我赌，就在跟我赌气之类的。然后之后他也没有拒绝，就是很默默接受。后来我觉得好像他也只是默默拒绝，但是也没有跟我讲说是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那我觉得说他对自己的家人也很重视，那我想说去找他家人帮忙。那我就晚上就趁他上班的时候，然后晚上就去找他家人，然后就找他妈妈出来，然后之后他妈妈就是在讲聊过程中，其实 我听得出他妈妈很为难，他妈妈也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其实就是感觉好像是不想让我受伤，所以就是装傻这样，原来是这样子啊之类的，这样我很谢谢你
对我女儿这么欣赏之类，也没有说要帮我之类，这样就说我真的很谢谢你之类，就这样不了了之，就这样不了了之。那我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哎。那我又之后我又想到说，哎，之前还没分手的时候就有听到我之前女朋友说她妈妈晚上我肩膀都酸痛，怎样就是很酸，然后就工作然后当街帮她妈开始按摩吧，没办法，没有。然后之后我就半夜就送三万，也不半夜，到11点多啊，然后送三万 pass， 然后骑了15到20公里的那种路，就骑车还冬天哦，然后就骑到她家。然后想说让他妈妈就是睡前可以贴着，然后起床还会比较舒服啊，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开门是，努力讨好女友妈妈，希望帮忙挽回女友，没想到半夜应门的人让她出乎意料之外。然后想说让他妈妈就是睡前可以贴着，然后起床还会比较舒服啊，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开门是我之前女朋友。对，然后之后他好像也知道，好像是我要来，之后他就过来，然后直接一看到我，他就很不开心，然后说你来干嘛？然后我就说没有，这个三万 pass 就是给你妈妈贴一下，明天可能上班会比较轻松一点。结果他也唠了很话，他说你不要再打扰我家人好不好？对，然后我整个就很受伤，而我很错愕，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来了，可是就是为了你妈妈好，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东西给她。后来她可能应该是受不了我一直在那里吧，后来她说好，我收，那我收你就可以走是吗？当下我真的觉得说我是一个乞丐，然后在乞讨她给我一点爱，拜托给我一点机会好不好？是，对吧？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分手原因。在这个期间，我在讨好他妈妈。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把发票给他，发票，钱那么给我，对吧、啊？然后后来在这讨好他妈妈期间之后，我还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分手。后来是结果没几天之后，我们分手没几天之后，我还发现，哎，原来是有第三者介入。对，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蛮走不出来，就其实走3年之后还是走不出来，因为那3年前的事情了，对吧、啊？那个是可以说世界上最聪明一个人，爱因斯坦，够聪明吧？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疯狂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断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这个叫疯狂。所以当然爱到浓处当然大家都比较不理智，可是如果你走过这样一次，你下一次还是要这个请父母来所谓的过度的帮忙，我觉得可能你没有学到太多的经验从上一次。不过我刚才听13号的这个来宾讲，我前面我落差好大，前面我觉得我好敬佩你哦，你找对方的妈妈原来是想要妈妈告诉你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可以改。可是听到后面，我觉得你还是想借由妈妈来挽回女朋友的心，所以我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后来你有点被自己的情感拉着你的理智走，所以我觉得如果下一次你要找对方的父母，可能就坚持你刚第一次的初衷，就是请父母用比较客观的角度，你不要过度的怜悯我，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的缺点，或者你女儿到底你感觉你女儿爱不爱我，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我是感觉说她妈妈好像也好像就很两难讲不出来，所以我才想说实话，你不是那天晚上去找她妈妈要一份检讨报告而已吧？对不对？其实我认为，我自己的想法，我是有介入。但是我的介入，我认为是关心的成分比较大，因为我自己的儿子比较依赖性也比较重一点。那他在17、18岁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前女友，那等于这个17、18岁分分合合、吵吵闹闹，也是比较幼稚的行为了。那我会介入关心，因为有时候平常我要念我儿子，我儿子会躲得远远的。那这时候有感情的纠纷，他妈妈就是超人了，啊，他就会求助于我。好，就会希望我跟他女朋友沟通啦，哈，约出来吃饭干嘛的，帮忙，因为他女朋友等于说跟我的关系也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把她当成未来的媳妇，她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平常心对待。那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儿子，我也跟他讲说，很多事情就是说出状况的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面对。譬如说有一次也是。很头痛，我那个儿子180公分，100多公斤，然后戴一个安全帽，然后两个人呢为了一点事情有争执，在我家，然后他那时候在家里，然后后来有争执的时候，我看情况不对，我说请你们两个出去，
请你们出去找一个地方是公众的地方，请你们好好谈一谈，谈出一个结论再回来告诉我，我没办法做公证人。然后他们就出去了，而不到五分钟，就我那个儿子就戴一个安全帽，哭丧着一张脸，流着两行泪，然后就无关纠结的，我就回来了。然后就说妈妈，我说怎样？他说他走，他跑掉，不知道到哪去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就不听我解释。哦，那我就打电话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哪里？我说好，请你留在那边，我叫我儿子过去找你。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结论，每次吵架一定要有一个结论出来。好，然后就这样二进二出哦。好，后来第三次我儿子没回来了。好，那晚上回来说，哎，还去看了场电影。哦，你看吧哈。那我就讲说，那这情况下，就持续了4年多。那到现在我儿子23岁，他们已经分手了半年多。那这次其实中间我儿子每每都透露着那种求助的眼神，我知道，我也很清楚。那这女孩子其实也都跟我保持联络，都会传简讯，逢年过节，然后母亲节、我生日，都会联络。我觉得女孩子是因为单纯，虽然她来自单亲家庭，但是她也不会说像那个对面那些小姐做得很殷勤，没有，因为她不会做事，她连筷子都拿不好，何况说要帮我做家事。那其实我觉得看重的是这孩子个性本性，就是说单纯上进。那她跟我儿子的问题就是，我儿子因为不用当兵，免疫，那不用当兵，那面向你就是要面对你未来的人生。她觉得我儿子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觉得没有期待。那这女孩子因为也读护专毕业，也已经在上班了，那很积极很向上，所以我觉得人家女孩子是对的。那我觉得也借此刺激我儿子，我觉得是好，不管他们有没有结论。那所以后来分手这半年，我儿子也会骚扰他，那他不敢告诉我，是透露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就直接跟找那女孩子了解情况，然后我回来就教训我儿子。我觉得就像 H 老师讲，真的一个人变心不爱了就是不爱了。但是其实刚才那个凯中先生，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对方刚好心里又有人，这时候旁边又有一个对象，其实应该是挽不回。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只能可能对你某些习惯行为有一些不高兴的地方，我觉得那还有机会。那如果家长来介入，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我回来是教训我的儿子，我觉得你变成骚扰，就像徐老师讲，就不快乐了。我觉得年轻好棒哦！如果让我在年轻30岁，我要尽情享受我的人生，对不对？那我觉得说，你们年轻，我觉得你这样子变骚扰人家，造成人家的困扰，我觉得不可取。还有，你不看重你自己啊，对不对？好，那你像吃药更不应该。我觉得你对不起是你父母亲，你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样做，真的是不可取。我觉得也借机会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啦。你像我认为像这个事情，我认为问题在我儿子，所以我告诉我儿子，只要你自己很 OK 了，那什么事自然会水到渠成。还有，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好，你很重要，所以我不能替你下决定。你以后可能不是感激我，你可能是怨我。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前女友是香港人，她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到现在我还是很深刻印象的，就是讲说，我不知道这样子讲会不会不好。他是讲说，你这样子做的话，你这么听你妈妈，你这么需要长辈的话，不如你回家去喝牛奶吧。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好像永远他还是觉得说我还是个小孩子，哎，怎么东西？就像12号的他的儿子去骚扰人家的女儿，要他的妈妈来跟他讲说，哎，你不要再去骚扰人家的女儿，就是太依赖长辈吧，我觉得。所以我真的很矛盾，很矛盾。来，两位老师，长不大的感情伴侣才会去找爸妈来帮忙，就这个意思吗？我觉得如果你要找对方父母来帮忙的话，请你记得，你同时呢也在传达很多的讯息。第一个，你传达给对方的讯息是说，我们两个的事情我们两个解决不了，需要家长来解决。那第二个讯息就是说，你传达给对方是说，哎，其实我们两个说分手不算数，要你爸爸妈妈说分手才算数。你去思考一下，这个讯息对对方来讲，他会对你加分还是减分？我想答案很简单，一定是减分的。所以如果因为年少轻狂做过这样的事情一次两次，拜托不要再做第三次了，要不然我们今天打了预防针都白打了，对不对？哎，周老师，首先凯中刚刚那个前女友说的话，那是吵架的话，所以不用放在心上太久。对，真的真的，那个比较难听的话我都讲过更难听的，所以不用太在意。第二个就是说，谈恋爱是很单纯的事情，然后父母亲对小朋友的爱也是非常单纯的事情，可是两个加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单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家长的自己要把那个界限拿捏比较好，
我认为会对小朋友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对，感情这件事情终究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事情，但是真的你要花智慧跟时间去做，旁人来帮你解决，最后你还是没有学到真正你应该学的教训。所以感情去谈吧，出了什么差错，自己要来负责。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